在十三题哦，他说好了，别讲话了。下图呢是两个人打排球的时候的那个路径图，请问你此路径图是哪一个图形？好，我先讲一下，你要先把不可能把它拿掉。为什么？请问你这个开口往哪边？开口往下，所以代表那个二次方前面正的呢直接画掉，所以很明显的 CD 直接画掉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，如果你把这个地方顶点找出来，请问你这个顶点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顶点，如果这是原点的话，这里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？所以我很明显知道顶点多少，顶点是不是在零六的位置？那答案讲完了，零六的话，有谁是零六的？不是这个吗 ？B， 所以讲完 B。